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
掌灯面三称等师圣号及开经记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以下这个部分就讲到前面讲是理论，以下再讲到理性，这个理性的性质是什么？来看第二个。第二段这个真性含真同体性，上个星期讲到这些物种啊，还没有讲到这真性含真同体性，我们今天来从真性啊同含同体性这个地方，我们请看这个英文，真性含真同真性，但会克成妄想所缚，不能闲了。若远则忘归真，凝住闭关，自不自不他，名为彼住。行入为四行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，何等自也？一报恩行，二随缘行，三无所求行，四正法行。这身性含，这身性含身同体，身性，也就是叫做，但为课程妄想所缚，所以不能闲聊。这个身性含身同体身性啊，原来这个真念真性。原来是急躁的，原来没有烦恼，与诸佛平等无二，这很重要。你看我们心经里明白，真念真性它是急躁的，真念经跟诸佛是同个体性的，啊，具足恒沙妙者，真的没真念心性，你要找它体性找不到，但是它有它的功能性。对，也就是救苦大师开悟的那个悟的弟子，开悟的那个弟子说，救苦大师第一次悟了是什么？他第一次就是悟了之后，针对成就大师所做那个弟子啊，真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护持。他就是大师针对这个弟子，他做了菩提本无树，你看等于菩提本无树，你要想身是菩提树啊，菩提本无树，他神秀讲的是心如明镜台，他明镜俱备台，没有那个相，没有修行的那个相，连那个修行的相都消毁出去，念念都是我们性德相，是不能除了当下生出去，念念都是降临到念念心性。一个是还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的有干燥的范围里面，一个是已经了悟自性了，他的自性的体用。他说这个菩提等不住，没进去被踩。本来无一物，口吐热尘埃。从我们六祖大师的弟子里面，我们要悟什么？悟这个我们的这念心性。哦，原来这念心性跟诸佛如来是同个体性，是无二无别的，即恒沙妙者。但是前面的这个弟子。就读到这个句子之后，但是这个句子里面，他还没有把这个心境的大机大用，讲出来。